欢迎大家来到乔世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至16组，第一场1至4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10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杨双鹤、齐雨帆。11号台裁判员张建国，运动员郑恺、任嘉滨。13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李博、张家峰。14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刘鑫、张云鹏。15号台裁判员赵奇伟，运动员任泉新、唐文琪。16号台裁判员易龙，运动员阮小晨、胡龙。17号台裁判员金炳新，运动员肖翔宇、邓龙。18号台裁判员温柔，运动员王爱宇、张蓝天。19号台裁判员马子怡，运动员王玉恒、程杰。20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祝伟斌、蒲松宇。21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刘坤、姜鹏。22号台裁判员温馨，运动员寇艳奇、杨茹。23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贾英强、李友僚。26号台裁判员张湘云，运动员尹红星、雷伟民。27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郭丽、耿明琪。28号台裁判员傅一冉，运动员赵岩昊、祖贤毅。29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张俊辉、樊志松。TV2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陈虎庆、樊朗彤。TV1号台裁判员张欣欣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张千然，运动员包志超、刘闯。现在比赛开始。未到场的选手按期权处理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选手。
身体。岩石。一般的比赛就是这样。三、二、一，比赛时间到了，他们这个比赛结束。